周毅今天回放了我在阿曼第38天的视频后，说他也想尝尝海虹的味道。本来呢是打算去抓龙虾的，但是听完他讲后，我改变了行程，所以请大家也跟着我的镜头一起来看看在大浪中赶海是种什么样的体验。OK。早上从围墙那边飞了一只鸡进来，飞了一只公鸡。哎呀，我这是养它呢还是不养？赶都赶不走，带着我那个三只鸡啊，这个围着房子啊转呀转，累死他们了。现在我们准备去赶海了，周毅，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那我们现在出发，走。这公鸡就在围墙上哦。又飞出来了，你就在我家这里飞来飞去好吗？又进去，哎呀，真的醉了。周毅，哎，等一下海虹自己抓多少吃多少。行嘞，今天我们吃很多海虹，我最喜欢吃海虹了。OK。我们又到这个渔民这里了，他今天估计出去打鱼了。周毅，你桶就拿了？对啊，我要做海虹。在那边啊，我跟周毅又出来浪了。有浪吗？希望这个海虹不会像上次一样那么难抓，小心点过来。还好啊，还好。今天浪还是比较大哦，哎，所以我们快一点，速度一点，到那挖了就走。过不去了，过不去。你别来，我去抓呀就是了。啊，我去，你别来。来迟了，这么大的浪，随便挖一点，随便挖一点过去。还不退，哎呦，咋整啊这个？哎呦，哇，就在这边随便挖点，挑哪一块？挑这一块了，这海虹是非常多，一片都是啊。其实那深的地方更多，那深的地方非常多，但是我就不敢过去了，因为太危险了。像这种情况呢，就是你们就不要学我了。因为呢，我是打算如果回不去游回去也没问题。这海虹啊，看起来感觉很小，挖起来还可以了，是这样的，蛮大的。这个真的是太容易断了，回去。还好浪也不是特别大了，现在。本来我们是打算先抓别的，然后再来挖海虹，没想到这浪啊一下子上来了，只能先挖海虹，不然等下就没办法挖了。现在我们去看一下还有什么别的东西。OK， 周毅，你来看我挖多少海虹，过来看。OK 哥，你这个是冒着风险去的？不会的，没什么风险。刀挖断了，还蛮大的这个啊。应该很好吃。对，稍等啊，回去就做给你吃。好。海胆你吃不吃？海胆？可以啊。我们挖弄几个海胆去。能用手来摸吗？不行，用那个螺丝刀给我，螺丝刀拿来。啊，稍等一下。这边一个。撬大个的，撬上来大个的，大个的哈，对，紫色的，捡个几个去试一下，会抓人吗？你试一下，好，还好啊，可以扔进去，大的捡去，小的不要，小的不要哈，嗯，可以了，扔进来，不要再捡了，六个够了，好嘞 ，OK， 哇，他们还没开始就已经爆了，行，这边还发现很多这种小钟螺，上次朋友们讲很好吃，我现在捡点去看一下好不好吃。好多，也都是哦，浪来了，哎，看不到了，赶紧推掉推掉。这里一个没吃过，所以呢就不捡多了，稍微捡个十个左右去看一下好不好吃。
四个，还可以吧？这个是拿来炒的吗？嗯，但这个比较小，挑两个大的去。好，还有两个海星。嘿嘿，这海星好玩，发现没？一个是五角海星，一个是七角海星。孩子们肯定很喜欢。放了放了，海星吃不得，这两个就跟我走了。这边一堆的寄居蟹，都是寄居蟹。这边还有个螺。哎，还是寄居蟹，哎，都是寄居蟹。这边呢就有几个绒螺，我们把它剪了。还真是我一个岩螺。收了收了，这个收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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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只螃蟹，这个就是石鳖哈，这个是可以当药材用的，但炒起来就特别难熟，所以我不太喜欢吃，不要。绒螺，这三个特别小的不要了，把这个带走。这种卵珊瑚蛮好玩的，你看它的口是开的哈，我螺丝刀尾去，然后它就缩小了，就跟毛孔一样的放大缩小。OK OK。小坑里好多鱼哦，带你们看一下。周一，这么多了，够不够啊？够了，够了。我们都爆棚了，现在我们回去做吃的吧。好 ，OK， 又是一顿美味。OK， 周一，你来看一下这什么，这么多，带刺的。嘿嘿，这个是刺豚，被晒成干了。哦、这个哦，就是上一次你拍视频的那个小刺豚，是吗？对对对对对。哇，怎 么这里更多？上次不是这里？怎么回事？怎么死了这么多刺？它被浪打上来的。哦，好可惜啊。好，回去我们找。哎呦，好沉啊！啊，哇，那一片都是，看到没有？起码好几千条，好几千条哦。哇，哦，都是。这渔民真的没在。那我们回去回去，我还以为他在，来他这边，蹭两杯茶喝一下。Later。今天的赶海啊，超简单，还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完成任务了。一起来看一下收获。先看海虹，这海虹啊，它虽然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的肉啊非常饱满。这海胆呢，就是比较难杀。这个是小棕螺，这个是岩螺，这个是绒螺。杀海胆啊，这种小剪刀啊是非常好用的。然后这是它的这个牙齿，这个白色的小点，我们要把它给它牙齿这个部位给它去了。这牙齿出来了。哎呀，这海胆我杀了两个都是这样的。它里面的肉啊不是很好看，然后呢我刚尝了呀，味道也不是，感觉还有点腥味，放弃。周月，海胆又吃不了，那个翻车了。啊？海胆翻车了，里面没什么黄。嗯，那就不吃了呗。 OK 哥，你这抓也辛苦了。没事没事，我们还有很多好吃的。OK OK， 那我把别的弄好，现在把海虹呢去蒸一下，把螺也给它下了，两边一起煮，快一点。看到没有，它的口一个一个的自己的张开了，开吃开吃。哎 ，OK 哥，恰换时间到。好嘞，快点。好爽啊！后美德来了。是吗？他们。Come on together, yes. 哦，他们煮的这个鸡米饭，当地的鸡米饭。哎呀。Me cooking. You cooking? Yeah. Oh, nice, nice. O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拜拜，拜拜。OK。他们也会换八角哎。OK OK， 我们吃一下它这个，看好不好吃。
我发现他们这边的米看到没有，特别长。刚刚那个呢是后美德的朋友，他经常也会送东西给我们吃。上次好像是送前几天送了个金枪哈，对，送了一条小金枪给我们吃。哇，吃它这米饭有点像面条，因为它特别长，有点像那个炒面，是咖喱炒面的味道。我们现在开始吃海鲜。周一你吃这，拿一个去吃。这个毛是不能吃的。毛不能吃的，吃里面的肉。这个总好吃的，这个都肯定我都不问你了。好的，多吃点，多吃点。非常好吃。对，哇，现在我也要吃了。说话了。哇，这个肉确实非常棒哈。这一段毛是不能吃的，但是我拿到手上，蘸完酱油油的。一直就这么经典，真的，所以你选的没错，今天就抓这个真的好吃的，我眼泪都掉下来了。那你差点流眼泪，流不流小狗。你们发现没，周一来这里没几天，估计十天左右哈，黑了，黑非常多，我今天发现。古镇乐还是分乐、对，吴彦祖福建分组。他这样子跟你讲，女朋友都找不到，还想结婚，没人要了，现在了。凉了 ，barbecue 了你了。海螺是各种各样的哈，我就吃下这个小钟螺为代表。小钟螺你可以吃啊。是吗？你别看它螺小哎，这肉蛮肥的。灵魂酱汁。好吃哎，这小钟螺吃很好吃。好吃。比那个龙螺还有那个岩螺好吃。这螺可能还第一次见啊。对，这个螺是我在埃及见这么大的，但那个大的没这个好吃。为什么？这小的好吃。为什么去埃及的时候没带上我？下一次。好嘞 ，OK 哥。OK， 那我们就先吃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喜欢我的朋友记得给个点赞、关注、加评论，谢谢。